那是位台北101大楼看落来，才有一大片的眷村。无唔对，这叫眷村文化公园。这是国民党政府派队来台湾的时阵所起的第一个眷村。眷村的名叫做素素南村。伊的位置是伫日本时代素素兵工厂的南边。素素南村的居民是伫1999年全部迁出。后来建筑物面临拆除的命运。后来文化局出面将着素素南村正式改列为历史建筑物。而且将着其中四栋对称的建筑物改重新规划。其中有一间叫做好秋餐厅。还有一栋是素素南村的眷村文物纪念中心，内底保存了眷村生活的风貌。麻雀是当然爱拍啦，啊，眷村菜一定爱摆出来。因为美元的关系，所以这的都是面食较多。哟，啊，这代理甲蒋介石两个做伙出现，这可能是煞咧做干么的啊？困上下铺。才有写到素素南村的历史记录。啊，嘛有请画家来画出剧中的眷村。真好，保留了真侪人细汉时阵的记忆。